是我们的中餐。好可怜哦，忙到没时间坐下来吃中餐呢。出门办活动啊，大家都会塞车。怎么大家都会塞车？工作啊，都塞车啊。为什么？工作没有塞车吗？忙碌的老板娘，又要办活动，又要搞卖东西店面，然后还要干嘛？然后还要去站柜，你到底要忙到什么时候啊？站柜最近没有去。啊。最近没有。最近没有。八月。所以八月很忙。对，八月他要去忙，所以八月没有办车去。要忙几个礼拜天。我就只有那个礼拜天而已。对啊。哦，那还好，那你去忙，我跟他们去海钓好了。去吧。我去看能不能钓一些鱼回来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好啊。这是我们的今年第三场。哦，第三场车具准备要开始了。对啊，一年办个六场就怎样，就一年过了。没错。我们这次连续两次车去都开这一台小金鱼出门了。对啊，是这样慢慢的。对啊。猛到不行。那个跟各位讲啊，那个我已经习惯它了，所以你问我好不好开哦。我会跟你讲说，哇，超好开的，超好开的。哎呀，因为我已经习惯它了。但是如果我今天又开上我的 T4， 我说，哇，这个还又更好开哦。比较级吗？对，这是比较级。现在不管你买什么车啦，就是跟着我们出来玩，好不好？但是对你说没有很重要，但是对那个什么，对那第一次要买车的人，然后他要选车的人，他是很重要。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这么多台车可以出来车库？你看老板娘又要忙碌了。老板的娘，我们一路被那个雨这样追追追追追，追到现在已经到台中了。没有雨啊？有啊，还是毛毛雨啊。那个南投天气好不好？目前晴天。晴天？你确定？你确定？刚刚车友讲的，我还没到。是刚刚讲的。对啊，我刚刚问银主。银主有你的 LINE 啊？哎，这次的营地是谁找的？属领介绍的啊。哦，属领介绍的啊。好了，哎呀，属领什么时候会来？不知道。那小孩子，哎，都要补班补课哎。会啊。搞不好明天晚上才会来。饿了。其实我们也是要补班补课的，只是我们都请假。那老板娘，你有请假吗？我请假、啊、你好像也不用请。对啊、欸、你这个工作也是很自由啊，想上班就上班，想放假就放假，想出国就出国、啊、或者是 A 去 A 也是要去 B 啊，又不是完全都不用。难道我没去 A 就不用去 B 吗？那 B 是什么？ A 是什么？我不用早上上班，我也是要进一下我的公司啊。哦，下午的比较忙就对了。对啊，啊，因为今天办活动，我今天没去上班，所以我在店里弄东西啊。另外呢，就会有车友说：“哎、欸，
想要换一台大一点的车，然后我们来一边环岛一边送东西啊。我想要做的是那个 Uber E 啊那样。广告白场。你白场吗？好了好了，我一定要找去找一台大的中的，这是我的目标。好了，开公车也行啊。你看哦，这样都没什么风了，今天没有什么风了。然后沿路这样开，大概都开110、120。我们加满油从莺歌到这边已经用掉两格了。看高速公路还蛮省油的，也没下雨了。越南部天气越好了，对，这样拍得到吗？拍得到，有一点点啊，看得到。什么问题？不知道哎。我们的前面的冷气孔居然会流汗，这叫流汗吗？对啊，梦幻的。梦幻的。对啊，它流汗啊。冷气冷到，而且我冷气才开一而已。你看，冷到这个样子吗？发现啊，那个各位的他妹子有开他妹子的人有这种情形吗？可以说一下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想问你，我等他回。哎，大叔，啊，我们俩等一下吃土哎，我们家冰箱只有一包焗肉面哎。哦，那够了啦。然后还有一根玉米。哦，连鸡蛋都没有，好可怜哦。那个谁没有来？丽华姐没来，我们可能会晚上饿肚子。对，我都忙到没有空去买菜。没关系啊，把你的托钵精神拿出来。要求，这样会很丢脸哎。不然等一下去买个泡面就好了。这次的营区也是很偏僻呢，吼。对啊。而且路都很小哎。
五岭很好爬，因为五岭没有这种陡上的、因为台湾很多营区都是像这样子的，很短，但是爬升高度很高。爬升高度是很高的，像这个有没有？这种八甲湾，然后过来就是直上。对啊，慢慢爬一定上得来啊，不用怕。顶多哦，大叔下去推车，好，对不对，老板娘？人家这个发财车也是上来啊，但是不好意思，大部分会来这边哈、用那种发财车都是试船的，像这个有没有？都是试船的、这种试船发财车啊。这一台没有通四川的，如果有四川就优了，非常的优了。我们还有4.7公里。哦，老板娘，这路怎样？对，有够小的。叉叉的有够小，你看，都是这种路啊。拖车，看看他怎么会啊？是不是很夸张？把车对啊，那个会根本会不了。你像这个，这根本没办法会车。这有办法会车吗？有了，这边这一段还可以会。好了，大不了，我们再过2分钟，终于要达到目的地了。在哪里？哇塞！高峰。这营区其实还蛮多的呢。对。我们很久没来营区，这营区是车友介绍的。哎呀，哎呦，下次帮我们走那种路大条一点，因为来参加很多车都很大的。人家老丈人都开上来，你这边开老半天开不上来。也是啊。我们那个属岭还是很会找地方的。对，他还蛮会找的。很会玩。找野营点还蛮厉害，可是野营点没有办法很多人。嗯。远远就听到我们那台车的声音，高峰农场露营区。好像是长形，然后有一个楼梯形。上不来，就那个谁来推车，来推车。